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呢，和大家聊一聊罗昌平被刑拘啊。罗昌平被刑拘这个事情啊，据这个消息的发布已经有2天了。他是2021年10月8日，这个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发布了一个警情通报，说2021年10月7日啊，这个罗昌平在新浪微博上面发布了一个侮辱烈士的这个言论，就是咱现在不有这个抗美援朝吗？这个《长津湖》这个电影热映嘛，因此啊，导致了现在在互联网上边对他进行热议啊。那这种热议啊，也有一些人说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包括对于这个朝鲜战争的一个质疑。那这个，如果你在大陆对朝鲜战争进行质疑的话，或者是说它的正当性进行质疑，我觉得啊，确实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勇敢的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对这种事情去进行质疑，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义。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我自己的道理的啊。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还有我对战争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啊。完了，三亚市公安局这个吉阳分局就于这个10月7日当天呢，就传唤了这个罗昌平。罗昌平是这个。湖南长沙人呢，40岁，完了在新浪微博叫做罗某平，就这样啊。其实咱们国家啊，就是为了整治这个互联网上对于烈士的一个侮辱啊，就他们制定了一个法啊，他们我说的他们就是咱们的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通过了制定什么相关的法律了，就开始制法了。但是那个人大代表，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确实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投的啊。因此，他制定这个法律，其实你从这个，我不太理解啊，这个法律到底是谁制定的？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的一个意思，但如果你在民主国家的话，法律就反映人民的一个意思。但是在中国呢，那法律确实它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意思啊，那就看这个国家是由谁在统治。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完人民民主专政吧？你说人民，那人民也没投票啊，因此这个法律它的制定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更加的完善一下？就包括人大代表的一个选举啊，还有这些法律啊相关的一些什么议案的一个提出啊，我觉得在今后啊咱们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考虑进去啊？但我相信当局不会。这么做的啊，因为他只有把权力牢牢的抓住到这个自己的手中，他才安心嘛。而且咱们国家的这种统治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也是具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延续性的啊。你看咱们国家的这个历朝历代的统治方法，基本上跟现在大同小异，就是现在的统治方法更加的高科技了。你比如说有什么这个摄像头啊。或者是说有互联网啊，调查取证啊，可能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完成了。那这个就是现在啊，处置，人民啊，或者是统治人民的一个手段啊，就更加的高科技了。但是还是采取这种中央集权式的一个模式啊。我记得托克维尔在写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就说过，说中国这个国家没有这种创新，也没有冲动，就一点活力都没有。但是这个国家确实非常的安全。啊，非常的这个，人民非常的傻啊，这个是托克维尔当时在这个《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写到的。其实这个傻是我自己翻译的啊，人家托克维尔肯定不能这么说，那只不过说我通过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我得出的这一个结论啊。中国确实老百姓没有什么话语权，或者是说老百姓也没有想要，争取这个话语权的一个意愿啊，可能大部分的。都是吃饱不饿就可以了啊，一人吃饱，全家这个安康啊，全家都不饿了，都这样，就是有吃的就可以。那这种方式和方法，我觉得跟那个喂小猪没啥区别。你养个鸡、养个猫、养个狗，基本上他们都是吃饱了不饿就行了，没有人会说会去，哎，比如说小狗，你给它喂饱了，它不会去想啊，我不应该搁这个屋子里待着，我应该在的是大自然，我在的就是这个大草原。你像以前啊，就蒙古大草原嘛。你像那个，比如藏獒，藏獒为什么那么有野性啊？天生属于这个大草原，它就有这种野性啊。你像咱们那个狗，不说过去是狼驯化过来的吧，因此啊，有什么狼狗这个品种那个品种的
啊，后来跟人就进行合作了，合作以后就丧失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地位，或者是说自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因此在中国骂人说这个人特别的无耻，或者是说这个人特别的谄媚啊，就说这个人是狗啊，进行侮辱。在国外可能没有这个负担啊，因为在国外这个狗都是家里的一个好伙伴，或者是说像家庭成员一样，但是在中国就是这样。这个罗昌平啊，就是因为这个网络上发布了一条微博，因此他就获得了就是获得了这么一个罪名啊，叫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完了，对这个罗昌平进行了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在这种网络的犯罪当中啊，就是网络上边由于言论犯罪当中。你比如说前一阵蜡笔小球不也是吗？由于侮辱这个先烈，他也对他进行了依法的一个处置啊。完了，这个警情通报通常来讲最后一段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英雄烈士啊不容亵渎，那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那对于侮辱、诽谤或者是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行为，那公安机关将要依法的进行查处，那希望什么广大人民呢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完了共同营造良好的一个网络环境。那这个后边这些都是官话和套话了啊，主要的就是对于这个罗某平的一个刑拘，也就是这罗昌平的一个刑拘。罗昌平已经40岁人了，我不想质疑他的这个怎么说那个成熟的一个程度了。他肯定是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考虑到了他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吧，或者是说一些事情，但是我认为相对来讲，这种行为是比较幼稚的。在我看来，我认为侮辱这些先烈达不到自己的一个目的，包括你对这个国家的一个不满，你对这个国家的不满和对于这个国家的先烈的一个侮辱吧，其实它不在一条线上啊。一个国家的这些英雄吧，或者是说这个部队吧，这些部队的人，其实他们是经过长期洗脑的，或者是说部队里的人，他们是工具。因为我信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任何的战争都是把军人的生命当做工具去用。所以说我反对一切的战争，我不管你什么战争，这个那个的，你说正义就正义，你说非正义就非正义。那这个就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意愿，但就是通过对人的生命的一个尊重的角度来说，人不应该说由于你说什么政治意见不同啊，或者是说由于种种的原因跟别人去拼命，去剥夺他人的一个生命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战争都是不应该因为战争当中把人就是当做工具来用啊，而不是说当做这个人来使用，因此我希望这个世界这个战争啊，确实应该少一些啊。你不要因为什么宗教啊，就把这个人不当人了。如果尊重人的生命的话，就不会有那些什么侵略行为呀、或者是说那种就是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式的行为，那就是这样啊。但是咱们来下面来看一下，这罗昌平到底说什么了啊？这个罗昌平是这么说的，他在10月6号9点38分发布的一个推文，这不叫推文啊，这个微博啊，我这现在说推文都说惯了啊，天天上推特根本都不怎么看国内的微博了啊。他发布了一个微博，他是回答了一个网友的评论啊，正好是关注这个长津湖战役的啊，就是长津湖战役这个一个论坛啊，就是一个。论题吧，完了，他们在这底下进行讨论了。有一个叫做"幸福微甜"的1233的微博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至于这个长津湖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那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都是一目了然的。我想这么说啊，咱们国家之所以打这个朝鲜战争，它是为了稳固自己的一个政权，它是为了。中国当局的利益去考虑吧。如果你把中国当局的利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利益都绑在一起的话，那你要这么唠嗑的话，那也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利益啊。那个句话怎么说来的？唇亡齿寒嘛。如果北朝鲜废了的话，那可能对中国的安全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威胁。因此，当时的这个毛泽东才就是这个发动了这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一个战争。这个是基于当时的统治者的一个意志为考量啊。当然，当时的统治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那今天依然是一党制的天下，那也是共产党的天下。我这么说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毛病啊。那在这一党制的天下里头啊，他还是原来那套啊。所以说，你说跟他不一样的声音绝对是不允许的，而且他发动的战争，他认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他认为这个战争也是必要的。所以说，那法律也反映出来了统治阶级的一个意志啊。你看今天就很好的反映出来了统治阶级的一个意志。完了，对罗昌平进行了一个刑拘。刑拘是什么？通过这种就是法律的一个手段啊，在调查取证完了之后审判，审判在法律。通过法律去审判，就是从道德上把这个人打掉了，那就是这样，把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或者是说这种对先烈的一个侮辱的声音给打掉了，让以后的人就是引以为戒，不会说再去侮辱中国的一个先烈，或者是说侮辱这些抗美援朝的战士啊，包括咱们中国的，比如说抗日啊，或者是在内战当中的一些战士啊，就是这样，这个你看，这个幸福微田这个1233说完之后啊，它是以现在朝鲜和韩国发展的角度，或者是说这个富裕的程度来看，那确实，那中国当时抗美援朝了，把朝鲜保住了，那朝鲜的人民现在过得确实水深火热，我也承认，而且中国啊当局并不是不希望朝鲜人民过上好的生活。他也多次的在邀请这个三胖子啊来中国，希望他也能够改革开放，但是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说这个你说完全就是当局说给他害了，给朝鲜人民害了，这个你怎么说呢？你说那你要这么，假如说要是这么聊天的话，那你说美国呢？美国去阿富汗，那到底是害了阿富汗人民还是帮了他们呢？你说要给他们这个20年的自由，给完了之后又撤退了，那现在依然是那样，又回来了塔利班。那你说到底就20年的自由也太少了吧？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突然间没有了，那这一下呢，太难过了吧？当然有自由总比没自由好啊，这个是这个应该肯定的啊，起码有20年自由。再有一个，你比如说伊拉克，那伊拉克的民主也没有扶植起来啊，也没有说今天也是一个罗乱。那你说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什么？我看有的纪录片采访说，还不如萨达姆那前儿。说萨达姆那前儿他们也烦也恨，但是给推翻之后呢，就是更加的乱套了。什么什叶派穆斯林呢，逊尼派穆斯林呢，由于这个宗教的原因，就叮咣一顿干，没有人去能够统一这个国家，或者是平衡这个国家的各方的一个势力。那当年萨达姆做到了，虽然当年他也不止，萨达姆统治的时候。虽然他们这个国民过得也不怎么好啊，但起码他现在不用为这个，生存或者是去担心，起码还能够活下来啊，就是虽然非常艰难啊，但是能活下来。但现在呢，就是战争啊、战乱呢，活下来可能都存在问题了，因此就有一些难民就跑了嘛，有钱的跑欧美去了，没钱的就跑这个希腊去了，有一些。那这个是美国对于这个在阿富汗呢和在这个伊拉克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你看啊，他在这个韩国，那韩国成功了，那如果韩国没有这个美军的一个帮助的话，他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一个局面。你看看北朝鲜就知道了，三胖子他是绝对不会搞这个改革开放，他就搞这个他自己的一党制啊，他都不是一党制了，他自己当皇帝了啊，跟咱们国家还是不同的。所以说，就是终身制这种世世代代的当皇帝的一种做派啊，所以这个就三胖加入。那韩国人民应不应该感谢美国？那当然应该感谢了。你要我也感谢，为什么？因为给我带来了富裕的一个生活，还有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言论空间，带来了美好的一个社会环境。那这个是应该感谢美国。但是你看啊。就是，即便有这个朝鲜战争，那个南韩不也出现过这个光州惨案吗？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当中，他不也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一个地方吗？这就是民间的一个力量，
啊，他们民间的一个人民啊，需要这个有民主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需要有民主的一个权利，啊，人民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包括当时的学生啊，包括当时的那些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民主推动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以学生为先导，啊，就是学生这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没有后顾之忧的，有后顾之忧的可能为了老婆孩子啊，这个就退缩了，有一部分人就退缩了。所以说，一般这个倡导自由民主的，或者是说发动游行的、示威运动的，大部分是学生啊。可能是有这种原因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分析，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韩国是非常的不错，你包括台湾地区是吧？咱们的说是台湾是咱们的国家吧，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啊，台湾现在今天是双十节啊，他们叫国庆节，大陆这边我不知道怎么叫啊。现在官方也没有给一个统一的说法，他也没说叫台湾省庆节，对吧？那我只能说沿用这个台湾地区的一个叫法，叫台湾叫国庆节，那就国庆节。完了，我看他这总统啊，蔡英文说这个国庆节，在国庆节上这个讲话啊，我看讲得非常好，而且分析的大陆的一些局势啊，台海的一些关系啊，海峡两岸的一些关系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还有他的经济的一个目标，经济的一个增长，说是从这个四小龙的啊，就是这个末端啊，就是一下就到了四小龙的一个首位啊。他说没说末端？好像没说，就是说他从四小龙以前不是首位嘛，就掉下去了。完了，现在又回到了四小龙的一个首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那蔡英文到底原话，希望大家去看他的视频啊。我今天就这个看了一眼啊，就大致的听了一下，因为我看他视频的时候啊，我正在做别的事情，一心二用。我听到他当中有一句话，说是要保持目前的这个海峡两岸的一个现状啊。那我一看他是不想打仗的，而且他也多次的重申了，那蔡英文还是能够节制的。虽然他在很多的场合说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他又不想这个和这个中共啊撕破脸皮，所以说他还是有所节制的，还要团结什么的那个民众党啊，就是那个啊柯文哲那个党派，还有国民党啊，团结这两个党派去修改他们的一个啊法律啊，修改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是宪法。他说修改宪法虽然非常的难啊，但是我们也要去修改啊，希望能够摒弃这个不同的一个政治意见啊，为这个国家共同的奋斗。哎，那小柯说的可好反正这个蔡英文就在这个广场上面就一顿说啊，就说的非常的流利。所以说你看啊，民主地区的这个领导人确实非常有演讲的一个才能，你不可否认啊。任何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口才相对来讲都是一流的。都是可以说让百姓听明白自己说什么的。咱们国家不纪念了一下这个辛亥革命110周年吗？完，咱们国家领导人也讲话了。那讲话我说实话没有看啊，其实我也知道大致的一个意思。那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你看一看咱们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在这个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啊，他发表的一些讲话，还有就是说，这个台湾地区的总统啊，蔡英文发表的一些讲话，可以进行一下对照嘛？你看一看这个民主地区和非民主地区的这个领导人不同的一个风采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通过自己的一个判断来得出答案，不用我去赘述啊。那当然了，这个你看啊，我说台湾的蔡英文我敢说，但是我说这个大陆的，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不敢说。那这个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对于人民的一个统治的形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在大陆，你敢说吗？你不敢说啊，对吧？你在台湾可以，你随便说，你怎么说蔡英文都行，你谩骂攻击都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啊。你看那个在野党给这个蔡英文这个谩骂和攻击的，天天质疑什么，质疑他学历造假呀，这个那个的，完了蔡英文也给只能起诉他，是吧？你起诉这个相关的造谣生事的一些人员。啊，就完事儿了，他也没怎么地呀，对不对？他能通过这么和谐你，不让你做媒体，不让你做自媒体，断你口粮，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或者是解决造谣的人吗？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来着？有一个学者啊，就是在这个台湾地区老质疑这个
质疑这个蔡英文的论文是造假的，完了后来被蔡英文告了，被蔡英文告了之后呢，他还在这个法庭的门口啊，就法院的门口还背了一段这个耶稣的这个主导文啊，就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基本上是基督徒的都会背啊，就圣经里的主导文。我觉得当时真的，这都靠宗教来这个表达自己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自己的一个决心，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个正当性，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啊。你还是应该通过这种就是法律的一个手段，或者是证据来证明蔡英文的这个论文啊到底造没造假。因此你看啊，在台湾你质疑这个总统论文造假，也得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去解决，而且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质疑的那个学者，那个教授吧，反正也知识水平也挺高的啊，也是说海归啊，还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么个人，现在也没怎么地，该做节目，该做这个自媒体做自媒体，该上这个中天新闻的台的节目，该上接着上，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在大陆，你试试，让你消失，你信不信？肯定让你消失，起码你社会性死亡，你肯定发不出来任何的一个声音，你不会有一分钱赚的，就是这样，自然给你耗死，够不够狠？就是这样。所以说，在大陆啊，这种统治手法，它就是靠这种中央集权的一个统治手法，让老百姓去畏惧、去怕你来解决问题，怕它也是有个限度的，你也别把老百姓逼急了吧。你逼急了也不好办吧？那最后不就头破血流吗？所以说也不好。但是中国的老百姓确实啊，就是一部分人确实奴性非常强，他怎么蹂躏你，怎么捏你，他非常的享受。这个我也解决不了，奴性非常强的这部分人我也解决不了，他就特别拥护啊，特别怎么样？你包括看那个长津湖那个破电影，正常人有谁会去看那个破电影啊？但是就是有票房，现在都已经到40亿了啊。现在这么样的一部爱国题材的电影，现都已经成为商业片了。你看，在大陆就是有意思，爱国已经成为一场生意了。我有机会再讲讲这个长津湖这个战役如何是成为这个商业片的啊，挺有意思的。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讲啊，为什么这些人、这些导演呢、演员呢，能够通过这个商业片挣到钱啊？为什么明星赚取的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咱没事儿，咱聊一聊，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谈一谈。有的小伙伴不学经济学嘛，完了咱们也就互相的探讨啊，交流一下。我看有这个感兴趣的啊，对经济感兴趣，但是大部分的伙伴可能对经济就是什么经济学原理啊相关的一些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以前我做过相关经济的一些视频的这个播放量不高啊，不高。你像比如说像这个罗昌平，聊罗昌平的。有晚上，不管是墙内的、墙外的，墙外的一般就是说什么自由民主，不是自由民主啊，就是说在中国没有自由民主，完了没有言论自由，通过这个方向去说，完了国内呢就是二舅老爷又怎么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反正就这些玩意儿啊，基本上都是我觉得说的很，哎呀，我就类似于像咱们那个，街边公园里头那个就是老大爷老大娘啊，一般老大娘不整这事儿啊，老大娘就跳广场舞去了。老大爷老爱整这事儿，就几个人在一起聊一聊什么抗美援朝啊，这个那个林彪啊，蒋介石啊，毛泽东啊，爱聊这个，完就茶余饭后就一顿谈，也不知道谈的对不对啊，就那样。但是你看在互联网上谈这个东西的，我认为就谈这些东西啊，就基本上就类似于往那个方向搞了，那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一看到那些节目之后，我就对我这个视频更加的有信心了。完了那个什么，完了咱接着说，回过头来接着说这个，说这个罗昌平的一个事情啊。罗昌平说了，半个世纪之后啊，国人很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是战争就是非正义的。这个我跟大家探讨完了，就是我的一个价值观，你不能拿这个人的生命去当工具，去满足你的政治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是我的一个价值观啊，当然我的价值观没有侮辱先烈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我对战争的一个探讨或者是一个看法，这也可以算上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吧，对于生命的定义，对吧？有的人认为，可以牺牲很少人的生命，保住一大部分人的生命，但是在我的世界观当中，一个人的生命和10000个人的生命它是等价值的，
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啊，如何去选择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对吧？那肯定有一些人会付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其他的人，或者是保障其他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那是值得人敬重的。但是呢，你如果作为第三人去选择，到底谁应该去这个牺牲自己？那我认为这个是非正义的，也是不理性的啊！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去选择让谁去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这个数量的一个多少。那这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啊。完了，这是罗昌平说的，说是很少人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我回答的都是不正义的。那就像当年的这个。就像当年的这个我再说一嘴啊，我一说完不正义，我自己都吓怕了啊！你当局千万别来找我啊！我现在我真的这个嘴都拌蒜啊，但是我也要说，对吧？再突破一下自己，就是我说的非正义的，就是基于这个哲学的一个角度，咱是学术探讨，我不是说对这个战争去侮辱。就比如说你官方说是正义的，你官方说是怎么地胜了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咱们是基于学术的一个角度去探讨和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是学术研究，对吧？学术研究你不能说你给我定个这个历史观呢？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必须承认，但是我经过我的调查研究不是，对吧？那你唯物辩证法，或者是说你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那怎么说来着？这什么唯物辩证法又这个那个的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思想老多了。但是都是说客观嘛，一定要客观嘛，不信鬼神嘛。所以说，那你假如经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客观的一个研究，那确实跟你得出来的结论不一样，那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这样，就我的一些想法，但完全是没有侮辱的一个意思，或者是说对这个战争怎么质疑不质疑啊？如果假如说非得要是让我表态的话，那我跟这个当局保持一致啊，你这个战争是这个正义的，但是通过哲学的角度，你官方的说法是正义的，那我也同意，但是通过我自己的角度，就是对哲学的角度，那这个就是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把人当工具的话，那就是非正义的，行不行？那我这么说可以吧？就像咱们国家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既民主又专政，那这个看似是这个矛盾的，对吧？那我也这么矛盾的进行这个回答。可以吧？大家去选择去听我的话啊！现在在中国说句话很难的啊。完了，就像当年的这个沙雕脸，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他这个沙雕脸是指这个，咱们这个在抗美援朝的当中有一个叫冰雕脸嘛，就是由于为了完成任务，说是在这个长津湖电影当中啊，说有一个脸，这冰雕脸都冻死了，或者是说这个冻伤了，都截肢了。那这个电影我没有看啊，我相信会非常的这个催人泪下啊。我就想一想，我都难过啊。包括过后采访那些当年的抗美援朝的老兵，我确实非常的敬重他们。这个不是说由于这个侮辱不侮辱烈士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些士兵，我认为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罪过的，或者是说他们在战场上就是一个工具，你不能去质疑一个工具，或者是说你不能去侮辱和贬低一个工具，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事情，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看他说这个沙雕脸就是一种侮辱，他也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啊，他被刑拘了，就是这样，还有这个说上峰的英明决策，上峰就是指那个谁最高统治者啊，英明决策。就是这些，可能罗昌平也没有想到啊，就他这一句话，他可能是就是随嘴这么一说，脑袋也没转筋，完了就说出去了，就给他带来了一个牢狱之灾啊。因此，在这个就是国内吧，就是小伙伴们在互联网上也应该怎么说呢？我也不是说让大家闭嘴啊，还是咱们应该在这个宪法的框架下去聊天。去说话，比如说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虽然有冲突啊，你包括前两天那个国家，昨天我说的吧，不是昨天了，前天我说的，说国家发展改革委不有一个整顿这个非公有资本这个不得进入这个这个媒体界嘛，是吧？什么报刊呐，什么这个新闻的发布啊，都不可以啊。那我想说啊。
这个完全我认为是违宪的啊，跟咱宪法35条是相违背的，因为宪法35条赋予我们什么办报啊，什么这个那个言论自由啊，出版呐、啊，游行啊，集会呀、啊，结社啊，这些自由咱们都是有的，你为什么不允许这个民间的一个资本去进入呢？或者是私人的一个资本进入到这个媒体的当中呢？我认为这个是跟宪法是相冲突的，希望咱们国家未来能不能把这条废掉，或者是说把这个法律法规，不是，这不叫法律法规了，就是管理的相关规定给废掉。你违反宪法的相关的一个规定，那真的应该啊，有这个人大代表提出来这个议案啊。不知道咱们国家这个人大代表可不可以带头去那个法院打官司？一般你看人美国可以，比如说美国德州说堕胎，堕胎有一部分人就是堕胎不违法嘛。或超过4周啊，就不允许堕胎了。但有人就去这个联邦法院去告去了，就是通过法律的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咱们国家，我不知道人大代表有没有这种人啊，去这个通过法律的诉讼的一个方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到底你这个行政的规章制度啊，或者你国家发展改革委弄的这个什么征求意见稿啊，这个规章制度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人去这个带头的给他驳回呀、啊，或者是说反对一下？我希望中国的人大代表肩负起你肩上的一个使命啊！那如果我要是人大代表，我肯定会去找这个事情啊。当然，我肯定是这也当不上啊，当上了我就去找啊，肯定是打官司打到底。你这个违反咱们宪法的基本原则，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也说吗？要这个依照宪法的一个精神去治国嘛，治国理政嘛。那你依照宪法的精神，宪法什么精神？言论自由的精神，啊，言论自由的精神去治国理政，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好，那对于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啊，就是这样。我对于他说这个话，我也不赞同啊，虽然我不是说因为怕不怕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对于这些人，我也阐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啊，战争上的士兵他都是工具。他不是说就是，你怎么说呢？我下话我也不想说了啊，就是他就是工具了，为了目的啊，为了这个，比如说，为了政治的一个目的，或者为了什么？你包括你，比如说咱拿咱们国家的举例，我也不敢举了啊。就比如说咱拿咱们国家的这些战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触碰一下，就哎红线扒拉一下，这个电死我，太害怕。咱们就拿这个日本举例吧。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这个相对来讲稳妥一点啊。你看当时这些士兵干的那些事情，是不是都是不是人事儿？尤其我家在东北那个918纪念馆，我也这个小时候常去啊，现在不去了，都是学校组织。我也看到了那些这个惨绝人寰的一些照片啊、图片呢、啊，还有一些事件呢、啊，确实非常的这个血腥啊。说实话，我当时我都看完，我咬牙切齿的，我恨透了啊！就是这样，那你看那个时候，他日本士兵他在他本国就不那样，完了来到了中国就欺负咱们中国人啊，欺负咱们这个汉民族啊，因为汉民族居多嘛，主要是汉人欺负咱们。那我也在想啊，你说那个时候他们这些日本兵是人吗？啊，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些士兵是人吗？当然不是了，是什么？是工具嘛。就是他们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一个工具，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就不是人，他是畜生。但是你看他回到他本国以后，有的一些日本战争的一些老兵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啊，也承认过去干了那些这个肮脏的事。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人呢？你看他回去了，他就变人了，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不干那些恶心事儿的。啊，他卸下了，他退，就是他退下来了嘛，他不当士兵了，哎，就是人了。所以说，这个就解释了，就是这些发动这个战争的这些法西斯分子啊，他在拿人当工具啊，就是不当人，不当人看啊。因此，任何的战争的一个发动啊，都是非正义的啊，就别说这什么正义不正义，正义不正义，那都是人赋予的。你只要死人了，死一个士兵，那就是非正义的了。就是不好了，那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吧。那这个罗昌平未来会怎么判呢？我感觉他也肯定是凶多吉少了。他这已经有那个蜡笔小球作为这个先例了，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说是先例，先例啊，先例，我这大舌头啊，
我这东北普通话有时候大舌头啊，就先例，不是先烈啊，我没有侮辱先烈的一个意思，先例啊，有蜡笔小新这个先例了，所以说罗昌平肯定也好不了啊，这是也是属于就是以后非常的艰难啊。这个罗昌平在国内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啊，反正也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个人物吧啊，过得也是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啊，一个。你说是知识分子，他肯定也是嘞，又办那个报刊呐，什么又办媒体呀，又当记者呀，这个那个的，干了16、13招啊，还获了一个什么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认为他在对他主要是以前干过什么呢？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国反腐败的一个书啊。他那个出版内容，我估计可能是由于对于中国腐败的一个调查，可能对当局产生了很不好的一个印象，因此对于当局所宣传的一些东西就有天然的一个反感。那这个情感我是理解的，我有的时候也会犯这种，是怎么说呢？这也不叫错误吧，也会有这种感受啊。因为你对于一个就是充满腐败的，就是这个政治环境，或者是一个充满腐败的官员的这么一个。利益群体那天然都是反感的，因为他剥夺的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嘛，他侵蚀的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嘛。有那么多的贫困的人每天在辛苦的劳作去纳税，但是由于他的一个非正常的一个得利获利，完了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都给抹去了，那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他可能对于当局就有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观了。你比如说我啊。我以前对于警察这个职业是觉得非常好的，但是就由于我底下楼底下嘛。他这个天天噪音扰民嘛，我报了很多回警了，就是无数回的警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解决不了。我现在对于这个片警、这个民警啊，我的印象是急转直下啊。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你说有中国有多少的恶性案件是由于警察的、警方的一个不作为，把老百姓逼得去做这些，比如说民间的自己的一个私斗啊去解决。你比如说两个人，比如说两个怎么说呢？比如说邻里之间，本来一个东西能够通过警方的一个调解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呢，就由于他长期的解决不了，采取了互相的一个冲突，那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一个发生，有没有？我认为比比皆是嘛。你在中国是不是有很多啊？我认为是比比皆是啊。因此，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的是法治，中国需要的是什么？言论自由、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你多跟人台湾地区学一学。我认为会非常的好，啊，你不行你就搞4点也可以。你，咱们这么说啊，你说，我可能是当局是这么想的，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可能中国有一部分老百姓确实非常傻，要不然当局也不会忽悠那么多人去看那个长津湖啊。你看啊，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战狼五毛，他说出来的话跟逻辑分析啊，或者是说，就是他一点的知识储备量都没有，他就去说那个傻话。你像比如说跟这个相对民主的地区，这个香港或者是说特别民主的地区台湾一比，但是说出来的话就让人笑话嘛。因此大陆人傻就傻在这儿了，他现在已经傻了。完了，当局也知道，都给他们搞傻了，都搞得一天都死，都属于行尸走肉了，对吧？都给洗脑了，都洗傻了已经。那洗傻了之后啊，他也。你说再给他票，给他投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为什么？傻子嘛，你傻子会投什么呀？所以说也就不用给他投票了，啊，也不用他们再给投票了，啊，那你比如说这大陆人啊，跟那个香港啊相对民主的地方啊，完了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大陆人啊，出去跟相对民主的地方的人说话，那就跟傻子一样。比如说你跟香港人说话。啊，跟傻子一样，你跟那个台湾人说话，那跟傻子一样。那当局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自己孕育出来的崽子嘛，或者自己孕育出来的孩子、乖宝宝，啊，就是虽然是畸形的一些兽啊，但是他自己不也得养着嘛，对吧？自己的孩子嘛。完了他一想，就这帮傻子，你说给他投票他也投不明白啊，一煽乎一说点什么就全信了。这帮傻缺不会独立思考，我能让他投票吗？投完之后怎么办？啊，因此呢，拉倒，也就不用投票了，啊，所以说我估计当局可能因为这个，中国人一个是文化层次相对来讲啊不高啊，不高，你看咱们那个教育的水平啊，再一个都已经让他搞傻了，那就这样，他就基于这个考量啊，就不行了。
啊，不给你投票了。我看一些外交的发言人说啊，说我们能够代表谁谁谁，我们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14亿人民。那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给14亿中国人民一人一票的话，你不说你能够代表他们，你不说他们都是心向你的吗？那为什么你不让他投啊？对不对？如果能像战狼粉红那么拥护的话，他投票的时候也会永远的这个投赞成票，会投你的票。那有什么呢？那怕什么呀？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有自信，我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我什么都自信，而且啊，我也认为啊，所有的这个人民都是拥护我的。那前那个叫什么名来的？那个华春莹不说吗？说中国的民调显示，97%的这个老百姓对于施政啊都是满意的，哎，97%，你不用97%啊，你就51%就行，就人数过半，你就可以执政，就可以选这个执政党的话，你就这个就行，这个标准就行，你一人一票，你投一下就行，你97%，那你获胜的概率那是绰绰有余。中国任何的什么民主联盟啊，什么民主党啊，都不能跟你匹敌嘛，都不能跟现在的执政党匹敌嘛，那不也就完事儿了吗？你投票不投票？那就是走个形式，那就走个形式，又能怎么样？你走完形式以后，你看啊，跟台湾地区的问题也解决了。为什么？都投票了，都投票了，你没有理由。你说你独立，你图个什么呀？咱们都是投票的，那你就大不了你过来参选呗，咱们互相选呗。如果你蔡英文要有能力的话，你过来你选这个，你把这个两岸的你都整成那个什么，都一家亲了，对不对？你来咱大陆这边，人那前那个朱镕基不说吗？说蔡英文欢迎你来当副主席吗？是不是欢迎台湾的这个总统去当什么副主席这个那个的啊？我当对朱镕基当时说，我不知道蔡英文当没当上总统啊，他那个都是看的历史的一些资料了，我记不太清了。那反正就是说台湾当局的这个总统说来大陆当副主席，有这个原话啊，我听过了。那就是这些。对不对？你这么自信的话，你就投票就可以了。你97%的民调这么高，那真的你就闭着眼睛投都能投给你投上去，对不对？那全能给你投上去，你就不用合计了。你像人蔡英文投票台湾投他才800万吧，完了投那个韩国瑜，投了500万的一个样子。你看这个蔡英文都没达到97%，是吧？你都没达到97%。那你说咱们这边当局能施政满意度达到97%，那是相当高了。投票吧，是吧？就投票，咱一人投一票，咱看一看结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你这么优秀，啊，让全体中国人民用投票的方式，一人一票的方式检验一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真的投完了，你还在那儿，真的达，咱不用说达到97%啊，就达到51%就行，过半了就行，我就。我从今我就是，假如说真投完了以后，51%确实上去了，前提是不能造假啊。只要是不造假的话，真的是一人一票的话，啊，就是比如说投上去的话，那我真的我对于中国的民主啊，我从今以后我就什么也都不说了，我再也不废话。当然，对于社会存在的不公啊，一些政治的事件，我还会评说，但是说什么自由民主，我再也不说了啊。那自由民主的事我再也不说了，因为太自由了，太民主了啊。非常的民主。好了，那今天的视频我就跟大家做到这儿啊。这个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啊，向这个世界的伙伴们发出的一个声音。其实我的视频媒体对于台湾人，如果看到的话，也是一个对大陆人有另一个看法，就改观的一个印象，就不要觉得大陆所有的人都是特别傻的，只不过他不敢说话。其实你看台湾，你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政治环境，或者是说政治氛围，如果你们这些人要是来大陆的话，我相信不敢说话的也肯定是大有人在的，一模一样，来了也就都不说话，你不信，哎呀，我这没法说了，对吧？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香港的例子，香港现在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啊，香港过去那是。什么都可以说，但是现在呢，你再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环境，他没有这个言论上面的自由，他在收缩啊，在收紧，包括大陆这边也在收紧，越来越紧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可能就是托生错地方了啊，比较冤，所以说托生在这个地方了。
特征在这个地方呢，咱们也不能怪自己的这个爹妈啊，那爹妈他们也不想，对吧？爹妈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只能干什么呢？啊，自己自力更生了，啊，需要通过自己的发声来改变这个国家，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民主的一个进程，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好了，在结尾呢，我再次声明啊，我对于咱们国家的英雄好汉先烈啊，我是非常敬重的和敬仰的。对于罗昌平说什么沙雕脸，我认为这个用词非常的不雅，非常的粗俗，是粗鄙的，是不应该的。我表明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态度和立场啊，确实他是这么说话确实不好啊，我认为对于人的生命是一种不尊重吧。无论这个士兵他到底做的是什么啊？在战场上还是那个我的那个价值观，他是工具啊，在战场上就是工具。我看那些抗战的老兵啊，就退休的那些老兵，在就四肢都被截掉了啊，就是在讲话。我其实当时我眼泪含眼圈的，我特别难过啊，我这个人特别感性啊。你别看平时我这说话比较犀利，我这人一看点那个感人的电影啊，我就哭啊，可爱哭了，特别感性的一个人啊。所以说，一看那些老兵啊，为了这个他们的主义啊，他们的信仰啊，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哎，我就合计，我就做点这个视频节目啊，跟人家一比，啥都不是了。我跟那些抗战的老兵啊，跟这个冰雕脸啊。跟冰雕连的士兵相比，什么也不是。人家为了自己的主义，为了自己的信仰，都能付出生命。那我付出点这个又算什么呢？我为了争取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去争取我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付出一些，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承担一些风险嘛。但当然，我不会以像这个罗昌平的形式去对当局表示不满。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啊。因为那些抗战的一些人，他是值得尊重的，他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确实相信了他们的那个主义，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的一个取向。我不相信所有的共产党人他都是贪腐的，或者是说他们都是不相信共产主义的。确实有一部分人他是非常深信不疑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主义，不是说，有的人可能信仰资本主义，有的人信仰共产主义，有的人信仰什么社会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确实是真有人信的。因此，不要说就去怎么说，去嘲笑这个信仰这个主义的人。那只要是他真正的相信他这个主义的话，那就是会很好的。你包括共产主义，说人的人都这个按需分配呀、啊，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衣穿，他的理想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就是现在的共产主义，我认为实现的基本上欧洲那边要实现了啊，欧洲福利化的一个国家嘛，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代表。一般富裕的国家，你像加拿大呀，都开始就实现共产主义。美国有的一些州，什么加州啊，我看以前有的一些这个油管上的大 V 就说嘛，都快实现共产主义了，怎么地，逗死我了啊！就是福利比较好呗。所以说，他这些理想都是没有错的。你包括现在资本主义，它不也不像过去那种剥削嘛，提高劳工保障啊？你资本主义它也在进化啊，它也不是刚工业革命的时候非法运用这个用童工了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些主义啊，其实你别管什么主义，只要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能有饭吃有衣穿，能够畅所欲言，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做一个健康的人，做一个正常的人，这个主义就是可以的啊，这个主义就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执行这个主义的人把这个走样了。共产主义让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吗？没有吧，对吧？毛的最后革命嘛，让毛泽东发动最后文化大革命了吗？没有吧。你像缅甸的波尔布特，他屠杀了他的人民，屠杀了数百万他的人民，那他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呀。那你说共产主义让他杀人了吗？这不是执行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就在历史上的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你比如说苏联，你比如说咱们当局，对吧？啊，咱们当局在历史上，中共啊，这我也可以说嘛，这党史都有。再一个就是那个缅甸那个共产主义，还有三胖
那社会主义啊，或者是往共产主义又迈进嘛，又这那的啊，就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大家看一看历史上这个，历史上的这些错误是不是应该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就可以了。当然，资本主义它资本主义历史上也老打仗嘛，啊，都虽然都是资本嘛，但是也是兵戎相见。它由于宗教的一些原因呢，那兵帮的也干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些，你不管你信仰什么主义，你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你都老实点儿了，就别老兵戎相见了，兵帮的。真正的信仰你那个主义之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一个我认为，合法的一个政党，或者是合法的一个统治的模式啊。那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我信仰这个自由民主啊，我信仰这个西方的那一套啊。有的人说我被西方洗脑了啊，我希望这说这被洗脑的人，你赶紧去了解了解，多了解了解什么体制啊，或者是说民主啊那些东西。你假如说啊，你假如说这个大陆这一套好的话，咱凭良心说，说句话都不敢说，啊，我对当局谁谁谁不满，我说他一句都不敢说。你觉得这个你还要标榜什么自信吗？你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你还要标榜吗？你说句话都不敢，那还能叫个人吗？对不对？我在中国大陆活的也不是个人，我也不是不活的没有个人样，你敢说什么呀？你什么都不敢说，我就算这个相对比较敢说的，对吧？努力做一个这个，努力做一个人。你说大陆人惨不惨？都得努力做人了，啊，都得这样。一个不能够畅所欲言的国度，这个人基本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所以说他活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样啊，这是人的一个天然的基本需求。这个就像马斯洛的这个五级需求理论的最底层的，对吧？生存需求啊，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你看美国这个不自由勿宁死，你看没有自由，我还不如死了呢。哎，生存的基本需求，这就符合马斯洛五级需求理论的最底层的一个需求啊，你得生存下来，对吧？生理的一个需求。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